鬼电车。嗯，停车嘞。停车嘞，无轨电车一路。一路无轨电车。在这个山坡路。有线无轨电车。找个地方停车。这个是步行街。嗯、啊。对。你要是有地方停就停。没地方停。这个是。这不上牌了。这不上牌了。哎，国民党党旗。这才是真正的唐人街下棋的。嗯。啊，可以在那边想个办法。找个地方。嗯。好转弯啊、哦！怎么直行？这里可以转弯的。On red， 不能转弯的。嗯。国民党旗。嗯。这里面，我进去看看，好吧？好啊。这个是餐馆的后勤。这边有洗手间是吧？这就是，打人工又来了。你们跳下去照个相吧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好吧？好吧。可以。可以停吗？我在这等。你是在牌楼那里照，还是在这里照？这个就是有特色，对，就是它的特色。它没人管。嗯、当心啊，它开车了。它这个，它的人可以不受什么限制。这边都是什么商会。